确实，我们还真是有缘，这么快又碰上了。缘分是制造出来的吗？上车吧。去哪里啊？今天是我生日，陪我吃个饭。哎，不问我去哪里吃什么？这还要问？去哪都行。 沙茶炒羊肉，尝一下吧。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很一般。你就不能偶尔说说谎话吗？我可会说了，说谎的时候肯定不会眨眼睛。不过你大老远把我带来这里，就为了炒盘羊肉，庆祝生日。 其实这里给了我很多回忆。12年前我在这当过服务员，当时我是暑期工读，在这小岛唯一的民宿里，每天要打扫卫生，要下厨房煮饭烧菜，一个月只有工资600块。后来有一天，来了一名外国游客，好像是某大公司的老板。 在这住了3天，和我聊得非常投缘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留了信封给我，里面还放了3000块。哇，这么多小费啊！除了3000块之外，还留了张纸条给我。 加油！他在鼓励你要坚持下去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抱着装着钱的信封睡觉，还失眠了一整晚。第二天开始，我的人生观、工作态度全部改变了，就是 go go go， 冲冲冲！所以才有金融魔术师的诞生。 现在我的工资每年都会捐出好几千万，给不同的慈善机构。因为我宁可变成帮助别人的大老板，也不可能再成为接受别人施舍的平凡人。所以我才选择每年在生日的时候回来这里，来回味一下初心。原来，一句善意的鼓励。 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嗯，这个羊肉鲜嫩无比，还有这个沙茶回味无穷。我现在确认你说谎，不眨眼了。吃吧。嗯，好吃。来，干杯。 你是学戏剧的，怎么不去演电视剧、电影？凭你条件，应该是有机会的。我有过机会，可是不想放弃自我，不能为了成功不计一切、不择手段，对吧？那确实会很被动。那，你男朋友呢？和你同样个性吗？<笑>不喜欢迁就别人。 不喜欢花时间经营感情，又怎么找得到男朋友啊？你觉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擅长？除了戏剧表演之外，最大的特长，比方说设计、发明、电脑程式。 或者是 VR 技术，幻想。
可拿手了，我的小脑袋随时随地都在跳跃。我呢，可以把不相干的人事物融入丰富的剧情，天马行空，自得其乐。哎，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呢？我猜不到。花仙子，你不觉得你们公司 VR 游戏里最可爱的是花仙子吗？我希望那两只小仙子呢可以来到这里，飞来飞去，跟我们玩捉迷藏，这多么好玩啊！这样你的生日就变得更有趣了。花仙子是我手下大将剑客的发明，我转告他多了一个铁粉。剑客，好奇怪的名字。那是他的绰号。他的设计功力无人能比。那命令他把花仙子叫出来啊，这不是不可能。VR 虚拟的东西也是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的。有虫吗？没事。我想留在这处理一些公事，我让他们送你回去。希望你有一个难忘的生日。已经很难忘了。吩咐司机6点回来接我。好的，陈小姐，这边请。花仙子，凌渊哥哥带你回家了啊。别问我进度，我已经全力以赴了。我可不是要催你进度，我是要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什么？它是一件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。到底什么东西？用得着这么故弄玄虚吗？当心点，别让它跑了。你给我看这个干嘛？你为什么把我设计花仙子的图稿锁在箱子里了？明明抓住他了，关在箱子里面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先回去好好休息。你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，它不是 VR 程序，也不是你们研究的意识侵入，它是虚拟情境里面的角色复活了。复活了？角色复活？对，我们设计的角色都没有死亡设定，本来就在虚拟的环境里活得好好的。它飞出来了。我是说他飞出了虚拟环境，飞出电脑，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了。他飞？这不可能。我看到了，我亲眼看到了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还抓住他了。这样，林总，您放心，我和我的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研发。当务之急，您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。
我已经看到小丑了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奇迹的。地盘了，你可要好好罩着我啊。No problem。嗯，走走。喂，这次应招实习生有多人啊？光是通过资料审核有资格过来面试的，就有189个。不怕不怕，有罗汉在。你在这里别叫我罗汉，嗯，那叫罗汉就土了，叫我肉饼汉。肉饼汉，肉饼汉，外国的侠盗。哦哦哦，肉饼汉，多有侠盗味儿啊！我一直没有搞懂，你在这里到底做什么呀？一句两句给你说不明白。我就是这里的9000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所有人都认识我，他们有事都得找我帮忙啊。那我就安心多了。有你肉饼汉，一句话交代下去，我肯定能应聘上。你肯不肯，定不定？哎呀！背着谎言过日子太难了，你过来。这就是我的办公地点。这儿。啊，他们每天8点上班，6点下班。我是8点下班，6点上班。该干的我得干，不该干的我还得干，我不愿意干的我更得干。打扫卫生，刷厕所，就连上厕所他们没带纸，我都得过去给他们送去。太难受了。你再看看这些文档啊，1亿多个字儿，他们让我用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打进电脑里。你看我这双手硬的，全是老茧。现在你就拿个椰子，我用手戳，我就能给你戳开。加油啊！你一定要考上啊！只有你考上，咱俩才能同病相怜，才能一起抱着取暖呀。你可给我长点心，争气啊！我本科是法律系毕业的，已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证，现在需要实习，所以就特意选择了你们宏远律师事务所。你选择我们，好荣幸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从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梦想着成为宏远的一员。因为贵所的林远大律师是我的偶像，我特别崇拜他。你们先过去。好的。说说看，为什么林远是你的偶像？因为，我拜读了他很多篇关于公司法的文章，他的观点很新颖，立足于司法，延伸到无限，抛弃了传统的观念，更能促进公司的发展。我不相信林远会是你的偶像，因为他就站在你面前。你看，我手机封面都是林远。其实我早就认出来了，只是不希望像个脑残粉一样扑上去，还没有开口就矮了半截，这对谈判是很不利的。录取他。我现在就可以上班。你前面还有好几个实习生在排队等着呢，你一个月以后才能够来报到。啊？
是跟踪我？我跟踪你？你怎么不自己照照镜子看看，你有什么值得被跟踪的呢？陈小姐，明天请吧，林律师已经在等您了。嗯。奇怪，这个小冤家什么时候跟我老板扯上关系了？千玺，林律师，为了要谢谢你昨天请我吃的大餐，我今天特地做了一些吃的给你。你应该还没吃饭吧？就算我吃过了，但看见你亲手为我做的这些，应该也会胃口大开的。还有咖啡。林总，你脚底的伤口该上药了。啊，先起啊，我的脚底板前几天不小心受了点伤，我去换个药，很快回来。脚底板，脚底怎么会有这么大一颗红痣？陈小姐，你，我就想看看他好了没有。我的姑奶奶，如果你能让我隐身，那就好了。千玺，千玺，陈小姐呢？不知道，没看见。没事了。给自个儿缠得跟木乃伊似的。这什么操作呀？这什么操作啊？悬空了，好神奇呀！冰箱里的饮料快没有了，该轮到你补货了，麻烦你自觉一点。给我拿瓶啤酒过来。看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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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我的皱纹，看不见我的蛀牙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恶人没胆，哼！
这样不行啊，见一个婚一个，世界哪有我陈仙琪的容身之地啊？再求求曾曾姑奶奶试试看。姑奶奶，可怜可怜你的曾孙女，让我恢复成正常人吧。这个房间里有鬼，对，我也看到了，我看到一个眼魔飘在空中，太可怕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还发现她是个女鬼，可能我是童心又善良吧。她开口跟我说话了。她跟你讲了什么鬼话？她说他是几千年前含冤墨白惨遭杀害的公主，然后呢要抓一个活人代替他，他才能重获自由。那善良的你要不要主动代替啊？他有点同情心，不肯抓我这个穷鬼。我也是穷鬼啊，我这个月都吃不上饭了。可是他说三天之内要找到一个帅哥，不然就会无限轮回。那完了，我够帅啊，你看我是不是够帅？可是未必是你啊。公主鬼还说她在帅哥的肚脐做了记号，应该不是你吧？那肯定不是我。啊，真的是我！啊啊，怎么办？仙琪，你这么善良，你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快帮我想想办法，帮我想想办法，快点逃命吧。对，逃命，逃命。对，终于把他吓跑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嘿嘿，哎，我在跟女鬼沟通，帮你争取一点逃命的时间。真没想到表面花痴的你会有如此善良的一面。嗯，为了表达你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我决定以身相许。啊，省省吧，你先保住小命留给你未来的老婆。不，我坚持，这是我最大尺度的献身。既然你如此迷恋我的脚丫子，那就尽情的享受吧。弘志，对啊，我从出生就有了，性不性感，销不销魂。老公，你来啦。这么大一颗红痣，啊！仙琪，仙琪，你醒醒啊！仙琪，你醒醒啊！啊！那当然是我妈妈批准，我爸爸执行了。你那颗痣太恶心了，你去找医生把它割掉。你就这么讨厌我这颗痣啊？那当然。那我不割，绝对不割，打死不割。等我火葬的时候，伸出脚来气死你。啊？反正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会永远怀念我这颗痣。你刚才是不是叫我老公了？
有吗？肯定有啊，叫的可亲热了。我叫的是老公公，瞧你那未老先衰、满脸皱纹的德行，哼，谁会是你那倒霉的老婆啊？老公，老公。钟以前还趴在那儿的，我来。他怎么会凭空消失啊？陈仙琪懂些小魔术，肯定是跟我闹着玩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剑琪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发现什么了吗？卫生纸女鬼就在厕所里面。她怎么不裹着现金，不裹着钞票呢？她，我把卫生纸打开，里边是透明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吓得我今天早上都没上出厕所来。我，那她跟你说话了吗？我哪知道，我就晕倒了，我都。他骂我是色情狂来着，那就对了。我托你咽不下这口气去，我也得让他上不出厕所来。所以我们决定了，他搬出去，他搬进来啊！反正我预缴了3个月房租，不住白不住。总之一句话，抓鬼！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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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！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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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！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人鬼情未了，我爱你，我恨你，我跟人鬼情未了。老婆，不说再见。帽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咦，脏兮兮的还能飞回来呢？我不信，我试试。哎，别胆了，你还给我！这可是我花一个月零用钱买的，你给我扔一下。刚才都回来了，别闹别闹别闹，扔一下。哎，别闹别闹。哎，给我！他真的会是我未来的老公吗？我怎么可能答应嫁给这么没人缘、没品格的男人？下辈子吧。有药啊，我就扔。不过人家说夫妻是冤家，也说不定前世欠了他的债，今生专门来折磨我。有可能。那我真的要把未来的老公赶出门吗？让坏老公四处招摇撞骗。哎，小红帽，好了，去找你的大灰狼吧。是。小小佑，你不用搬出去了 ，Tony， 你也不用搬进来了。啊！我曾曾姑奶奶100多岁，她是个老巫婆，她已经把她全身的本领传给了我，所以我已经帮你们收服了那只公主女鬼。别开玩笑，你越是正经，牛皮吹得越大。你们仔细看，看看小巫女怎么发功。曾曾姑奶奶，这个萧家佑很有可能是你未来的曾曾孙女婿。
让我留下他吧，让我有机会好好观察他，改造他。就你这两下子还抓女鬼呢？刚刚已经使出小巫女十八剑，她已经被我打跑了。你是怎么让花盆飞起来的？这是施法中的独门招数。肖家佑，你可以安心住下来了。